一个是永久的纪念，再一个我可以传给我的儿孙，让他们也看看我们当时小时候是怎样的生活，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样走过来的。新家风制式风纯民风嘛，一个是弘扬了良好的社会风气，然后老人的价值又得到了体现，是吧？又教导我们这个年轻的后一辈知老懂老爱老。